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库克城。今天由我为大家来讲解女儿情的基本技术技巧运用。首先我们讲一下大指与食指的刮奏运用。大指在刮奏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，大指刮奏时左右手都是一样的技法，掌心冲下，小关节立住，手指握圆。在刮奏的时候不能只用手指的力量，要借助大臂、小臂和手腕的力量向前挥动。